阵容速递来了，这个是前天版本上线以后呢，博起来的一套法师阵容。我们花了一天半测试强度和运营手法加制作视频，做完以后呢，好像又有一点晚了。阵容组成这样的：法师诺姆西主 C， 搭吸血鬼拉克斯、莉莉亚、塞拉斯、佐伊组成七法，再搭蝎子组成三星界两核斗，这样八人口阵容就成型了，非常的简单啊。如果有法转的话呢，可以丢掉莉莉亚，多挂一张其他的高费卡，比如法转的巴德或者奶妈。前期没有的时候，也可以用法转杰拉先顶着。有法转加法星，可以考虑开九法。装备方面，主 C 诺姆西最好是青龙刀启动，再加两件输出装，大天使及法爆。没有的话呢，帽子、鬼书之类的也行。副 C 通常是拉克斯，因为阵容自带三星戒，拉克斯顺便追三挺容易的，捡诺姆西剩下的输出装就行了。另外啊，还有一个理解是给拉克斯带很多圣杯，站在诺姆西和大头的中间。这里呢会有一个问题，龙族小天才的羁绊机制是大头法强等于诺姆西法强，所以诺姆西会先吃一个圣杯同步给大头，然后大头会单独再吃一个圣杯，这样就等于大头可以吃两倍的圣杯加成，伤害很高啊，可以直接一个技能砸死了。这个不清楚是 bug 还是机制，所以我们没有再使用也没有再推这个玩法，但实际上感知下来呢，其实圣杯也没那么重要啊。你保证圣杯就没有办法保证诺姆西完美装备，所以两者不可兼得。那么另一条路有争议的时候，我们会选择先要诺姆西的装备，主坦、塞拉斯消耗一切漏装，日炎、石像鬼、黄土、离子等等。其中离子还蛮关键的，因为现在法师没有人能减抗性，这套一般也不开幽影，所以最好要有一个，或者给后排找个电刀也能替换。剩下还有装备可以给蝎子做传送门，也可以考虑给佐伊做回蓝装。站位方面是这样的，然后海克斯强化呢，我们推荐的有这些。运营方面，开局抢大棒或者水滴，小兵阶段先找个吸血鬼或者岩雀看一下法师羁绊有没有挖，如果没有，说明这局不是法挖，那就不玩了，可以直接走上期林小北云顶之翼我们视频里发的水龙阵。2-1拉四人口，2-5拉五人口。前期最推荐的过渡是这样的，用岩雀带装备配格斗法师过渡，等诺姆西来了以后可以直接平替。3-2拉六人口，血量健康的话呢，三阶段就继续滑水和地牌，等七级再求。3-5或者4-1拉七之后，大地找塞拉斯和诺姆西的两星，没有法转的话就先用五法，两星神装诺姆西伤害也是足够的。接下来根据你地道的诺姆西的数量，如果大于五张，那么可以考虑在七级靠五法硬追三星诺姆西，顺带配合三星戒追拉克斯、蝎子和吸血鬼。如果数量比较少或者钱多优势很大，可以先拉八人口开七法大提一波战力，再慢地三星诺姆西。八级的好处是还有可能顺便地道佐伊之类的高费卡。五阶段追出三星诺姆西之后，阵容就成型了。这个阵容只要前期来挖吃分其实很容易，但想要吃鸡的话，大概率还得有三星的塞拉斯或者海克斯特别的好，前排得漏得住，因为诺姆西会经常假赛，会玩的玩家会分散站位防 AOE 的，所以一定要漏住。实在海克斯不好，感觉打不过或者中期特别顺，也可以考虑直接拉九人口转四龙九五，这是一个思路。诺姆西的装备给到敖星，塞拉斯的漏装给到金龙或者土龙，吃鸡很稳的，我们用这样吃过好几把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速递，如果对您有帮助不要忘记三连啊。速递呢现在有点汤不起这个名字，因为不够快速，但我们知道一套阵容以后总是想要先测试，所以只能下次尽量快一点，下期见。